締結されたのであります。平和栄冠万歳。这段影像记录了二战时期日本与意大利德国由号称的牢不可破的签约盟友到意大利投降并转入盟军阵营，以及日本军队立刻调转枪口解除驻扎在中国的意大利军队武装的各种场面。镜头中战争贩子希特勒与意大利代表齐亚诺和日本代表白崎三郎先后握手，这是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军事同盟条约的现场，即通称的三国轴心协定，自此德意日法西斯军事同盟正式形成。就在德意日三国签订轴心协定后，在曲顶的日本外务部长官邸特别举行了签署条约的盛大庆典，现场日本外相甲级战犯松冈洋右、日本无任所大臣甲级战犯星野直树、日本陆相甲级战犯东条英机以及白鸟敏夫等一众甲级战犯汇聚一堂。此外，德国特使斯特莫、大使奥特以及意大利大使英德利等人参加了庆祝活动。现在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发表讲话，意大利大使英德利和德国大使奥特分别站于其左右。镜头中的松冈洋右自始至终参与了日本对中国与亚洲的侵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竭力推动日本走上新的战争道路。9·18事变后，其在国联上作为日本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强词夺理地与各国代表辩论，无耻声称日本是在维护日俄战争中牺牲10万英灵换来的在中国满洲的利益，并卖力鼓吹他的满蒙生命线理论。此次德意日三国缔结轴心亦是所谓的松冈外交时期的最大业绩。此次演讲，松冈洋右再次鼓吹建立大东亚和欧洲的新秩序，极为迫切地想要瓜分世界。松冈洋右的演讲结束后，一众战犯聚集的酒会开始。作为轴心同盟的德国大使奥特在酒会上带头高呼日本天皇万岁。镜头中的奥特不久因佐尔格间谍案被免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居住在北京。现在镜头来到轴心国之一的意大利，镜头中是刚上任的日本驻意大利大使枯切善兵卫发表讲话，其坚信日本和意大利盟友一定会团结一致并最终取得胜利，但显然邪恶之联盟并不能长久。现在是1943年，镜头中的意大利首相巴多格里奥于1943年9月8日宣读停战宣言，意大利巴多格里奥政府正式向盟军投降。而希特勒为挽救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先是发动轴心行动，迅速占领意大利北部领土，控制局面及控制罗马，大批意大利军人被杀或被俘。轴心行动期间，希特勒还发动了橡树行动特种作战，营救了被软禁的墨索里尼，并在意大利北部设立法西斯傀儡政权。橡树行动的影像我们此前已发布。1943年10月13日，意大利王国正式对德国宣战，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实际上解体，而日本法西斯则更加孤立无援。现在是意大利宣布无条件投降次日的上海，意大利投降的消息给上海民众带来极大的振奋。与之相反的是，恼怒的日军开始对昔日的盟友动手，日本陆军和海军立即解除了驻扎在中国的意大利军队的武装并进行关押，另外还进行了所有意大利船只的扣留。镜头中无论是意大利的官兵和军械库全部被日军控制。除了镜头中被缴械的意大利军队，上海旅居的意大利人亦被日军定为敌国侨民。日本还在上海设定了专门关押意大利人的集中营。现在是北京的意大利军队向日军投降的镜头，和上海日军行动同一天的9月9日，1000余日军在大炮和15辆轻型坦克的配合下，向东交民巷的意大利使馆发起猛攻。不过此处意大利军队抵抗的比较顽强，缺少重火力的100名意大利守兵防守了一天一夜，最终于10日早上9点投降。至此，无论是法西斯德国还是日本，其政治局势愈加恶化，在国际上更加孤立。德意日邪恶轴心同盟的解体再次验证了邪中不胜正，其最终定然失败。